念着迄个无缘的人，怎样让我心头乱？当初你若爱甘心换这工，今日也免为你的怨叹。甘心我痴情过头大，是你目脚有较悬，想要将你放，想要将你放，心肝又不甘，因为你是我最怀念的人。怀念的人，这首歌曲你唱了足深情的，你迄种深情吼，感觉讲你的阿古圣道，你的灯音什么灯光时间拢真水，拢足到位。但是深情的是加上你的表情，你的表情足加分的，因为你是真正足入歌的，所以我感觉真正今日两个人的表现拢足好的，什么人赢，什么人输，足歹讲的哦，加油。好，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啊，我两个一起讲好了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哦，刚好是那个天平的极端，一个是靠一种性格在唱这首歌，一个是靠认真在唱这首歌，就是很认真在练这个歌。我相信哦，俊元你在就是练习唱你要比赛的歌哦，一定很认真，但是就是认真过了头。就是太认真的时候，就是会觉得听这个歌呢，好像少了一点，让我们进入这个歌的一个情境。嗯，好像就只有在听你很用力、很痛苦的在唱歌。嗯，然后你要留一点空间给我们，不要唱得太满。